人到60就已经是老年人了，作为男人如果还一直单着，或者是其他原因回归到单身时代，还要不要找老婆？一边是老年人的孤独，一边是别人的眼光，一边是自身的需求。其实人到60才是人生最真正的开始，从工作岗位退下来，开始闲赋在家，属于自己的时间也更多，即便是农村也开始悠闲，生活条件也比以前好很多，老年人不再那么劳累。其实人越老越害怕孤独，当儿女都走开了，非常要好的亲人也走开了，一个人面对空荡荡的房子，守着寂寞的灯光，日子过得真不是滋味，特别是那些下雨的日子更加冷清。其实老年的男人真心希望有一个老伴陪自己走完人生的后半场，让家里有些欢声笑语，有人嘘寒问暖，厨房里也不再是破锅冷灶头，哪是怕有人喊一句老头子也是幸福。重新找一个伴，也许不是很合得来，不是很般配，但可以在一起说说话，出门的时候可以牵手，逛公园的时候可以一起坐下来看风景，特别是谁病倒了，有人端水送饭，是莫大的幸福。久病床前无孝子，当老人生病的时候，儿女都会觉得好烦，耽误了工作，还没有耐心伺候。作为儿女，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，但儿女也有难处，兴许有房贷车贷压得喘不过气来，为人父母哪还好意思天天拖累儿女。满堂儿女不如半路夫妻，当你老了走不动了，真正可以为你推轮椅的人是老伴，即便老伴的腿脚不利索了，但依旧可以为爱使出最后的一把劲。不管是老婆照顾老公，还是老公照顾老婆，都比儿女强。现在的人很多都可以活到80-90岁，人到60后面还有20-30年活着，如果单身真的应该考虑找一个老伴。别人爱说什么没关系，因为嘴在别人身上，孤独却不在别人身上，而是在自己心里。别人没有如此孤独过，并不会真正懂得。很多人都觉得男人到了60还要找老伴是老不正经，甚至有的儿女以为老东西要把家产分给外人，真的不是这样。单身老男人最害怕的是寂寞，最担心的是病痛，最难过的是无人能懂。如果你是人到60的单身男人，那就大大方方去找一个老伴，不为别的，为自己的幸福晚年。如果你是为人儿女，那就开开心心接受老父亲再婚，要知道后妈不仅仅会陪伴他，还会照顾周全，这是儿女无法代替的孝顺。其实爱情与年龄无关，只要过得幸福，多大年纪都有追寻爱情的权利。其实60岁的人谈恋爱没有了青春热情似火，却有最美的夕阳红，安静祥和，平淡相守。